信任我，我是不是也可以胡说八道？反正说什么你都信。我是那个容易信，也是。等我那个女孩编一下，然后呢？胡话还有编？什么叫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？见面了，知道吗？光里呢，所以他叫我洗，所以命叫我去这个酒吧。
不要？他把蛋也放里边。我说还要不要？我剩下27分钟了。美国有啊，美国很多地方还有。对。哎呦，你看这儿好大，你看，好多呀！啊，这是个宠物，那个什么呀 ？Hello。口罩掉了，哎，口罩掉了。可以去食堂，主要是我不用这个色别低，别去招人家。这怎么了？色，我天哪，尴尬的，心情特别色。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是什么？我也怎么没见过。又要塞喷子了，哦、还早，还好几个月呢。八五八五四百。
车只能进自己胡同，别的胡同不让进。来挡给他个一脑。吃药了吗？
Thank you.
股酒味儿。喝醉了。说咱们东南人做的，棒子吃的挺好，超级有感觉，还挺好吃的，不挺特别的甜。这很多了。八大胡同转转。很多了有什么？哎，两位转胡同吗？八大胡同。你统一点，这一在这能够。